来抖音啦，抖音啦，抖音。哎，好像我底下看 morning 的，哦，真好。好。哇，你歌声好，舞蹈好，行好。哎呀，真的真的真的。谢谢谢谢。所以你那已经过两关哦，过一关哦。哦，因为那阵这视频啊，我们在拍这个视频，我们里面有一些讯息要告诉我们的一些朋友们，所以我们这第三关呢，也是最后一关，也是最难过的一关。哇哇哇！啊，你们要不要接受挑战？可以，考受临场表演。对，可以啦。哎哎哎，不能那过两关了嘛。啊，来来来，存到尾一关会过，那会进那就好些了。我不相信，野人看了未去，未去我就想去看我。OK 啊。这第三关也是讲你能通过哦，啊、通过来讲，啊、也是讲你能讲完这讯息，线上的网民他们留言明白，就是听得懂你说的。OK， 后来七个啊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我把我签你啊，今年也七个国台四亿拢在那里走。哇，谢谢，拜拜。OK 不？哎哎哎哎，来来来，不要紧，那是做国台做了，我过世去也出困了。OK 啊，所以 OK 啊，恭喜你有什么呢？立新夫人，立新夫人。OK， 龙 stand by 啊 ，on stand by 啊 ，OK OK， 啊，好好讲啊，好好讲啊，好好讲，好好讲啊 ，OK， stand by everybody，all station stand by，camera action。阿玲玲啊，啊，这摆人拢唔捌你话好食物件嘛？啊，你捌用一个送餐的平台嘛？捌咪捌用无？新加坡报告仅有新闻，我尽量支持我的小贩和他的餐饮业者。就算要待在家里，还是要吃我喜欢的小贩食物，所以我会利用我们的送餐的服务来卖硬食。哦，今天哦，有一个好消息，可能大家哦，可能大家在那个餐饮业的朋友在，那新加坡企业哦发展局 ESG 表示，餐饮业外卖增强配套 food delivery booster package。不是 booster， 是 booster。Oh, booster，OK、okay.。Food delivery booster packet 会延长一个月哦。等下，你话答未晓，我就爱叫关公来答咯。Food delivery booster package 啦，安尼不未晓。哦，人听有就好啦，唱落去增强都是延迟多一个月，到个下个月才五号啦。哦，一听无我就爱去穿我的衫了。欸真係好消息啊！聽講咧，原本喺呢個六月十五咧就要 stop 啦，即係六月十五都 stop 了。那提供咧送餐的服務呢，餐飲業者呢可以多一個月的政府的補助。政府 抵消使用送餐平台或是第三方物流服務的部分成本。是，使用那个哈、哦、送餐平台的业者可以获得企业级补助的5%的佣金哦啊！如果你使用第三方哈、哦、的物流服务者，当即会补助多20%的成本哦！哇哇，真的厉害！听说呢，这多七个送餐的平台和物流机构呢，加了这项节目之后呢，这个计划之后呢，不是节目，这个计划，所以呢，餐饮业者只要在计划下通过，总共有13送餐平台，哇，13个哦，或是第三方的物流机构送餐，这样就可以自动获得补助，都是政府。隆重的贴，乌的贴，不啊贴吧。快点，乌康也得贴掉。那很好啊，虽然呢、啊，我们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准许两个人啊，允许两个。不是准许，是允许。允许两个人呢、啊、在一组堂食。现在啊，在外面已经变成我们生活新的常态的一部分了。我们还应该尽量在家里我们的饮食啊，不要不防啊，大家、啊、不防啊，可以尝试通过送餐服务支持本地的餐饮业啊。那何哥显得你唔惊话好食啊？对不？你上暑假食火锅是咪？我无咱哦，无咱两个人，你莫来带你某去啦。啊，我莫带我囝去啦。啊，咱去到啦，啊，你隔壁店吃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来看去，吃无半项代志。唔，因为我面对一只猪咧食物件，我食袂落。不要哈。因为猪咧食物件。你
放心，我若甲你食，我会加刘德华的相，甲你打落去破冰。你是讲我看到你的邪路啊？我甲你讲，看到我食无了不要紧，看我的歌，听我的歌无好听嘛不要紧。刷落来要介绍一个人，绝对哇，通通是明白 ，very clear and very sharp， understand， 哇，保级保级保级不？隆重讲哦，明白明白 ，stay at home， 对不对？来，我会看我卡，你啊，加只给我好婆婆。我问你，你这个是你的卡？是啊，我卡。你这个卡？对对对对。哎呦，你这个原来是唱功的卡。我看到你卡，嘛能看到罗登跳。好的。